这一双双鞋垫看起来好像跟鞋子里的鞋垫不太一样，其实这鞋垫是能让人行走与健康都可以改善的足弓垫。当初的理念就是作于预防胜于治疗的一个理念，这样子，如同一栋房子一样，一栋房子的地基一定要先做一个稳固，这样子。那包括人体有很多的关节是一样，我们从我们的足底开始做起。基于对足部健康的重视，从2007年开始，公司成立专业医疗团队，研发了6年时间，足弓垫成为3岁以上就可以穿着的合格医疗辅具用品。它特殊的足弓设计可以撑直人的身体，在走路时可以增加平衡与稳定度，对于足部不适的人也能透过它来达到矫正的效果。预防性的一个足部病变，都可以穿一般的均质鞋垫，来做一个保养，做一个足部保健。对于足底的不适，可能脚痛，或是腰痛，或是肩膀酸，那种 全身的一个状态，都可以透过这样子医疗级的足垫来达到一个所谓的矫正的效果。知名港星冯翠凡透过老板朋友介绍，特别来做足压测量，定做了专属于他自己的足弓垫。我以前就都有点外翻的那个走路的姿态，不应该不大好，但是刚刚穿起来走，我觉得有纠正这个问题的功能，好像觉得站的真的整个人都稳一点。我知道脚对人体各方面的健康是有影响，它可以间接的使到你的身体健康有好的改变。足部若是健康，就会对全身带来好的影响。透过足压检测，就可以针对个人脚型健康状态做仔细的评估。将资料送到师傅手中后，就可以为顾客量身定做。为什么他这个同一个人，他的脚型为什么会不一样？他这个人一定会常常脚痛。你看哪里补充哪里，这个要补充哪里，这个比如说他这个高弓要补充涌泉穴，涌泉要把它补起来，他这个已经扁平了，你一定要拿半腰式的把它点起来，他两只脚起来才会平均。很多老人家会来这边找我，来做一做，看他们的效果就很好，都是非常的好。有一个老人家，他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，他是拿拐杖来，我说阿桑，要不然我帮你试看看哦、啊。如果没有用，我就不跟你收钱。可是他过两天就过来，可是他手上没有拿拐杖，他这个手上没有拿拐杖。我说阿桑啊，穿着有没有用？他给我比这一只，90%的回去哦都没有反应回来，说没有效果的。每一双符合顾客脚型矫正的定做足弓垫，都是出自师傅细心制作出来的，而公司也提供半年回诊的服务，让师傅为顾客的足弓垫做到最妥善的调整与维护。穿过一段时间之后，我就感受到他对于足底足型的改变啊，然后膝盖的负担，整个脚的运动，然后人的一个稳定度，其实他都有很明显的改善。那经过保养之后，其他的鞋垫都可以穿很久。不是说穿了鞋垫是仙丹灵药，完全身体都会好起来。你要搭配什么样？你的生活作息，你的生活作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还有走路的姿势，还有体态、生活习惯，都是息息相关的，一定要去做一个调整，才会恢复到我们比较正常的一个生活品质。足弓垫可以给足部舒适与矫正的功能，护腰背架可以支撑保护人体的腰部。善用医疗辅具，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，相信会让健康更持久。